醒，照镜子，发现自己变成了海涛。哇哦 ！Magic 来了，开眼了。哎，眼早上睡醒哎。没有脑子，哇哇，这个很棒哎，这个处理好棒。我们让马漂亮来一个，好不好？马漂亮来一个，选一个，漂亮。我选那个，我不听吧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不听什么？我不听什么呀？这好偶像剧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说你为什么离开我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相哇，真的很偶像剧。相恋十年的男友突然说他是你亲哥哥，这不就是我的剧情吗？我就这样吧，我需要一个话筒架就可以了。哦，还要一个话筒架？就这有？没有没有，对。正在约会啊，我先给我自己一个规定情境：下着雨，不是下着雪。亲爱的。其实我能说句话吗？让我说好吗？牙都掉了三颗。其实我是你亲哥哥。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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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听。敢打我，我就报警了。我不就是一个卖家吗？你总抓我嘴干啥呀？重点是，我嘴是不是出血了？哎、还好还好，但是马漂亮的表演方式是那种舞剧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音乐剧里面舞剧，他是那种捂他的嘴，但是这个手是这样的。我不听。其实我这个有出处的。出处是吗？就是那个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面的那一段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大爆，是不是感觉一下子我这个整个气场都不一样？那个表情包是吗？对。